播出去，你要上吗？是他，我的东西。他要下，你的东西啊。安全火车，晚班了，晚班了。跟那个下班车长讲一下，取消号志哈，对，取消他的执照注册。哎，之前刚那个女生跳下去的，还在等电梯吗？就是等这边的吗？啊，电梯。列车长，快点，等一下，你先看一下。哎，谢谢了啊。我要雇车，你先看一下电大电视哈。没有看到了。哦，好好。那个。可以请大姐帮忙。啊？什么？我可以请大姐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看。因为没有。按摩，按摩，按摩。大姐。哎，三车男厕。